昨日，爱的台湾成员叶舒华返台出席代言活动。由于事前非常低调，许多粉丝得知消息后都非常惊喜。没想到晚上他又现身柯震东和杨明卫的生日派对，再次掀起热议。18日适逢柯震东33岁生日，他也邀请一票好友一起吃饭庆生。在场的有陶晶莹、李李仁一家四口外，还有贾静雯及杨明卫、方志友夫妇。而最让网友意外的是，爱的台湾籍成员舒华竟也在其中。之后，陶晶莹也po文表示，原本是约舒华一起吃饭，顺便帮杨明卫补过生日，没想到却意外巧遇柯震东，最后就变成了这样意想不到的组合。他们还一起为贾静雯的大女儿梧桐妹录制生日影片，庆祝她19岁的生日。杨明威还炫耀的po出和舒华的单独合照，立刻掉出一排蓝勾勾踏罚。